来喽来喽。OK， 来呀、啊，有了。奇怪，我们有了。来，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谁进来啦？跟我 say 个 hi 好不好？ 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啊！你们好不好？吃饱了吗？来喽，进来，朋友们。帮我们分享一下哈，然后呢，跟我们打个招呼，让我们知道你进来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 ，Good evening。谢谢的，谢谢你们的分享哈，谢谢谢谢，记得要多多分享哦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感恩秀晶的分享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晚上好，哇哦，第二李庆有分享，谢谢你 ，OK， 谢谢。来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，朋友们。来，进来的朋友记得按下这边的按钮，这边有一个按钮的，叫做分享，英文叫做 share， OK， 帮我 share 爆它好不好？把这个视频 share 爆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道菜呢，大家即将用到的啊，对，大家即将用到的，即将用到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农历的中元节要到了嘛，那我们家里一定会吃很多那些。烧肉啊，烧鸡啊，烧鸭啊，卤鸭啊，三牲啊，那又或者是平时我们吃剩的，我们要怎么处理 ？OK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煮法啊， okay， 来，大家想学吗？想的学，想。想学吗 ？OK， 到中元节的时候，每次啊，初一啊，这种日子啊，拜拜啊，我们都会剩很多吃不完的那些肉。OK， 吃不完的肉，鸡啊、鸭、猪啊，这样子吃不完，我们可以做什么料理呢？直播。啊。妹，美妇人，你女子，好、哦，你好。你好，李立青，你是谁？你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这一道菜要怎么做呢？啊，先分享 ，OK， 然后再来一个养生特色沙拉。养生特色沙拉给你们看一下，哇、啊，有没有感觉今天的画面很好看？等一下哈，因为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等一下哈，我就是现在镜头，你们等一下。Vinny 你好，晚上好。Jenny Ku 谢谢分享。阿奈晚上好，奈呀。李晨想想。Hello Vinny。林晨毅，来进来的朋友，好，帅拍一星好不好？先帅拍一星，帅拍一星给我。这个沙拉，哇、哦、！OK， 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刷把爱心。晚上好，谢谢大家的爱心啊！啊，爱心在这边的。写到烤鸭吗 ？Like 跟 share，like and share 是在这边的，啊，不是 ，like and share，like and share。Hello， 微信，微信，等一下哈，烧鸭对呀、啊，没错，焖烧鸭。没毛病啊，没毛病。Jacqueline Wong， 哦，今天收到了那个富贵金，有没有让你失望？老实说、嗯、，Chef Ivan 的出品有没有让你们失望？记得，如果你们收到我这一边带给你们的这些食品也好，用品也好，真的好用的话告诉你朋友，好吃的话告诉你朋友，记得不好吃一定要告诉我，让我可以改进。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 ？OK， 记得有什么，就是觉得我的产品需要改进的，记得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不然我会一错再错。很多爱心哦，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大家晚上好，感恩大家的分享。OK， 来。OK，Dorothy Chu，Hi， 您好，您好 ，Forest， 啊 ，Flora， 谢谢您 ，Manuel， 哇 ，Manuel， 好久不见。Emily 君君啊，呀、yeah, 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来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先做前菜。我们时常每一次饭后水果，其实饭后水果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来，我们先讲一下，饭后吃水果是对还是错？对还是错？啊，很多人去到餐馆也是一样的，即使我们家里是开餐馆的，也是一样。老板、美女、先生。等一下饭后要不要来一个水果呀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以前我们都是这种做法，对不对？来，对还是错？对啊，对呀、啊、有没有对的写对，错的写错？ OK， 不是说下午的食补是写烧鸭，
我是说是。喂，奶奶。这个是烧鸭呀，没错啊，奶奶。啊，这个烧鸭吗？这是烧鸭呀。对对，烧鸭呀。马哥，哇，那个破蛋糕很好吃啊、哦！我告诉你，是吹到我孩子一直朝我做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两块钱可以榨出很多啊！来，又健康，又健康，错错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大家都讲错，不是饭后水果。对，我们应该要饭前的，为什么？饭后吃水果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，因为我们身体胃里面有胃酸，吃饱了过后，我们再把这个水果里面吃进去，会增加那个加速消化，然后那个酸性会让我们的胃更不舒服。其实应该先吃水果，再吃饭，先开个胃啊！大家都知道了。来开胃一下前菜 ，OK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些前菜，就是沙拉，前菜沙拉 ，OK。今天呢，来教大家一种比较特色的吃法 ，OK。这个特色吃法你们绝对没有吃过啦。好，绝对没有吃过，你们 try 一下，你们会爱上。来，先 try 这个啦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这个特色沙拉很好吃。OK， 非常好吃。我们先将一些食材我们处理一下。OK，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？准备家里有的水果啦，不管是 orange 也好，葡萄也可以。OK， 蔬菜也可以，蔬菜啦，蔬菜水果都可以。好像我家里剩下这些啦，就是tomato 啊 ，orange 啊，一些生菜 这个油麦，这个叫做什么油麦苗，还有一些生菜呀 然后还有几粒的这个 strawberry 啊 ，OK， 就是这样简单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来改刀，我们先把这个。先改一改刀 ，OK。先切丝啦，记得不要切到太幼 ，OK。切上厚厚的细丝，我们先切个厚厚的细丝，就是大概不需要很 balance 的，就是很随意的 ，OK。很随意的就可以了 ，OK。煮妈咪酱可以放麦芽糖吗？可以啊，哎。有教过妈咪酱？有啊，妈咪酱我有教过啊，可以放麦芽糖啊。来，我们先把它切丝。Hello， 咪猫，好久不见的感觉，咪猫。哇。去哪里？咪猫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啊？哇，咪猫药真的是一流哦，咪猫药啊，给我很多很多那建议的，啊，咪猫药，谢谢你。好，来，我们先。爷爷是不是什么水果都可以啊？是什么水果？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就放什么水果。OK， 喜欢什么水果？喜欢什么蔬果就放什么蔬果。要有蔬菜啦 ，OK。来，有地木耳啊也可以。然后这一些菜呢，我们就是帮它垫一垫底啦。吃饱刚卡了吗？来，我这边是没有卡啦。有卡吗？就是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些菜。哎，你不是有那个 salad bowl 吗？大个的。那个 salad bowl 等一下啊，来，我们先弄一弄。OK， 哈，没有卡哦，没有卡，其他人会卡吗？你丽去你卡是吗？你退出了再进来看看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卡，其他人也没有讲卡，可能是你的家里网线的问题。来，这个是给娜娜的，这是给娜娜的。咪猫没有啊，这是没有直播变来变去了咯，现在都是每逢125晚上八点就直播的，没有变来变去了咯，咪猫。啊。每个星期一，然后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短视频，每日一道菜，爱粉一起煮起来的系列 ，OK。这些菜我们先把它放小它啦，记得要弄小它 ，OK， 撕小它，等一下才容易吃 ，OK。啊，我放这边比较好用啦，把所有的菜给丢进去。OK， 这个没放完的。啊，这个要拍照给娜娜吗？哦，那是娜娜的。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这个叫什么？草莓。草莓。草莓记得要用盐水给它泡一泡，洗一洗啊，不然真的。
很脏。OK， 来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来，晚上好啊，朋友们。OK， 草莓切切改改刀哦。那如果喜欢吃整颗草莓，就整颗下也无所谓，都 OK。OK， 奶奶可以，可以，奶奶可以。OK， 那我们就把这个拍好的奶奶放上去。OK， 然后呢 ？Orange。Money，Hello Money， 这是虾米菜啊？这是你买的那个配套里面有一个酱哈、哦，叫你做特色沙拉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沙拉啊 ，very good 的 ，OK， 很多人吃了都讲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，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。你莫问你石斑鱼，有一块鱼票生的要怎么样处理啊？煮了就来吃掉它呢？要怎样煮啊？应该是米莫问。米莫，如果你是生的、啊，直接拿去这样炒鱼的时候放下去吧。那如果你要吃到好一点，你拿去晒干。晒干了再拿来泡发，发了过后才拿去炖鸡汤，也可以 ，OK， 也可以啊。如果是你要直接煮的话也是可以，如果是你要功夫一点的话就什么是吗？对对，拿去重新泡发。师傅，现在已经很多的参赛者照片了，请问你比较深刻的有没有啊？请问你比较深刻的有没有啊？有好几个都很劲的嘞。谁问的？林晨一哦。林晨一很劲耶。有几个很劲哦，我都 OK 吓到了。如果你们不要问我说有没有谁是我比较深刻印象的，在里面谁的有哪几个人的作品，你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的？现在一讲到啊爱粉丝竞赛，你们想到的是谁的作品？你们想到的就是我想到的。OK， 先。不要先入为主的啊，我们要公平公正的啊 ，OK？ 你们想到谁，我就想到谁。很劲啊，大家都。很吓我一跳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会吓到啊！全部比我还要专业。高手太多了，高手太多了。真的，里面的高手真的是高手如云啊！平时啊，唔信，这一次真的是喊我一惊啊！啊，平时潜水的 ，OK？潜水的一发挥，哇，吓到我们两个！真的。平时静静啊，一出来功力哦，很多啊，很劲啊，那些作品吓我们一跳了。还有那些看起来整个好像专业摄影的这样。对对对。看到我都想要把我的产品寄给他，叫他帮我拍照。模拟讲那个暮色系列的真的很漂亮啊！暮色系列还有，还有很多，不止暮色系列，不只是暮色系列，还有很多都有让我们深刻印象，太劲了！大家来，朋友们，谁是高手？给你很多，里面高手如云呐、啊！来，朋友们，这样的沙拉，看一看，有蔬菜，有水果，啊，你们喜欢放什么蔬果都可以啦哈，你们自己喜欢 ，OK。我们先把它搅拌 ，OK， 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们下午买的这个orange 酱，橘香橙酱，拇指肮脏。你们下午买的这个橘香橙酱，好，就是直接这样子，开起来，然后倒一些下去 ，OK。来，哇塞，味道就马上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酱啊，你拿来这样子做啊，真的会没有朋友的，真的会没有朋友。来，老实说，漂不漂亮？潮州卤鸭，我们不是有教过吗？潮州卤鸭有教过，哇，哇，好吃。哦。这超开胃啊，这个超级开胃，大饭直接加两碗，你吃饭。林晨一不要这样子讲，林晨一讲是不是拍照不厉害我们就沉船的啊？不会啊，林晨一不可以这样子想的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到时看谁投票。
投票是由你们来投的，不是我投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投票都是由大家来投票的哈。哇。OK， 菊香香有啊，有麦的，有麦的。哇。有麦的，我们叫有麦啊，这个陈菊香陈酱，这个、菊香陈酱我们卖很久了的咯，很好吃，是师傅自己的特调来的。哇，很好料。哇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还好吃哦。真的，拿中了酒。嗯。朋友们，这一道啊，如果不好吃的，真的来敲我头，我头一定给你们敲。很好吃。军信，其实哦，你们不应该这样子想的。什么？对他们讲说，本来想要上图啊拍照的，然后、哦、你这样子讲，他们不好意思上图了。为什么呢？不对哦，朋友们 ，OK， 来，我跟你们讲，那我们参赛其实这个我们享受的是过程，第一，那第二呢，在我爱粉丝里面呢，现在那群组应该有整万个人呢、啊，那你在里面参赛 active， 让更多人认识你，我想要问在座的每一位，有谁不认识娜娜的？对，有谁不认识李红的？有谁不认识林晨一的？对。OK， 有谁不认识 Chop Happy 的？嗯。有谁不认识 Margaret Wong 啊、Crystal Tan？ 我想问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 group 里面，他们非常非常的 active， 非常非常多，不一定每个人的照片都做到很好看啊。可是每个人，比如说我有看到一个粉丝，他照片拍的不错。然后呢，他的文案写得很好，我一看我就马上哇，这个人真的顶哦，这些都可以的呀。那你跟我说，我又不厉害拍照，又不厉害写，那怎么办？那就你要勤劳的做，嗯，勤劳的 post， 嗯 ，OK， 那一定有，人家喜欢的作品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从头到尾，作品不是由我们选出来的 ，OK。由大家一起选，是由大家一起选的啊，票数最高的那个 ，OK， 比如说林晨一拍的那个照片都不是很好看，啊，可是分分钟林晨一可以拿到奖品的哦，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哦，这个林晨一我认识他，我要投给他，啊，明白吗？林晨一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讲你拍到不好看啊，为什么拉我下水？因为你每次拉我下水，我今天一定要拉你下水哦。OK， 来明白吗？大家明白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吗？踊跃参与，真的哦，踊跃参与，因为真的不要输赢，其实真的我们享受那个过程哦，我们享受那个过程。OK， 来朋友们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做好了过后，我们加上一些花生，因为我的花生，这是我那天做那些罗马吃剩的花生。嗯，可是还没有臭油味啊。超好吃，我跟你们讲这个。这个、OK， 有人问要单单买这个菊香橙酱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菊香橙酱单买当然可以。OK，inbox 我们的助理好不好？啊，蜜富的助理来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一流哦，朋友们。来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放花生呢？花生会导致你的整个salad更有口感。你咬下去啊，突然间咬到花生，啪一声，哇哦，嗯，你可以用筷子吗？很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谁都不用用筷子了，太好吃了，这个直接用手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很好吃哦，这一道菜。等一下我们再来一个美美的照片啦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第二道了，这是前菜。OK， 来，我们前菜有了，上主菜。平时我们是不是买整只烧鸭回去吃不完？怎样吃不完？如果是这样吃不完还好处理，明天热一热它还是一条好汉，还是一道好鸭。可是呢，如果吃剩的是这样怎么办？对，第二天我告诉你，不要讲第二天，第二顿都没有人要吃好的，那怎么办 ？OK， 买这个酱怎么样买啊？买这个酱，
你们可以到新竹一，对对对，密布新竹一帮我拼起来一下。或者今天你可以回来吧。啊？今天直接叫我们去那边下等车。来啊？叫我们去那边下等车。啊，那个新竹一的跟WhatsApp 拼起来。OK， morning 会酸吗？ OK， morning 好问题，会酸吗？微酸，微微， OK， 微酸，不会好像很酸酸酸到不能吃这样子，不会 ，Morning。它是甜酸甜酸，它是 orange。我跟你讲，它的成分是里面有 orange， 有柠檬 ，OK，orange、okay? 柠檬香嘛。但当然，我们调出来的味道不会弄到很酸，吃不下啦。是，有一点点带微酸，开胃 ，OK， 开胃 ，OK， 很开胃啊。来，朋友们，那好，这一边呢，刺身的烧鸭我们就，大概呢自己也介绍，然后呢香茅一只，来香茅一只，辣椒干，我们这个酱15块吧，好像18块，这个酱18块而已，来辣椒干5-6条啦 ，OK， 辣椒干5-6条，要吃辣可以放多一点。火蒜半颗，要用火蒜，如果你们用白蒜也可以，味道没有这样香。OK， 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全部放到我们的盘里面。来，姜一小块，我们的姜一小块，就是这样小小个就好了。姜一小块，也是拍了，切小它 ，OK， 来就是这样，来拍照一下，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OK，OK， 我们讲了哈，刚才那个酱哈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是沙拉酱啊，它不是沙拉酱，它可以，它可以做沙拉，对，它可以做沙拉，也可以点这些，来，这些肉类呀、啊、吃。他也可以点这烧鸭一起吃的，它很百搭的，他很百搭，百搭酱 ，OK， 百搭款，啊，可以点这样一起吃的，很好吃，非常的鲜，提出那个肉的汁，那个肉的鲜味。点鱼，点肉，点虾，点烧冬，点菜。对，海鲜啊，水就是啊，做沙拉、蔬果啊，或者是肉类啊，全部都可以点的哈。这个我们的这个沉香橘酱，橘香沉酱啊，橘香沉酱，帮我写一下。原本原本呢，我是要把它叫万能酱，可是我又想到我已经有了一个万能酱，所以我就不能再叫万能酱，我才叫它橘香沉酱，因为它很百搭。白大的蘸酱来的，来，可以来。热锅。我们现在开始弄那个吃不完的，就是如果你们遇到中元节拜拜吃不完的那些肉啊，你们可以怎么样处理哈 ？OK。先把锅热它，然后把这些东西下去爆香它。来。我们先把烧鸭爆香它 ，OK。我告诉你，朋友们，这道菜啊，如果家里有那些，就是年轻人啊，这道一定是他们的 favorite， 很好吃啊。这个酱可以收多久？这个酱冷冻收一年没有问题。那如果是我们开了过后3个月里面吃完它，放在冰箱哦。OK， 冷藏3个月。来，然后炒到它香了，把鸭放下去，记得不要加水，先不加水。那朋友，如果你们开出来的那个鸭，肚子里面有一些它的汤汁。可以倒一部分进去，汤汁一定吃不完的 ，OK， 啊，哇，那味道很香哦，哇，受不了，超香了这个味道。先把那个鸭肉炒香它，哇，朋友们，太香了吧，很香。
好，来，闻一闻它，然后调味，调味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。我们需要怎样调味？来，12粒白砂糖。少少的香菇粉，你有香菇粉用味素啦哈。少少的蚝油，一般匙的蚝油，蚝油一般匙。然后焖一焖，黑色油，给它一点点的黑色油。OK， 我们给它一点点的黑色油啊，来，朋友们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放它去慢慢火焖它。那我们焖呢，不是焖到它干干呢、啊，焖出来是它有汁的，焖出来要有汁。OK， 如果你焖出来没有汁就 sorry 啊，错了啊，我们就放它这样去焖。明白吗，朋友们？明白吗？明白的写，明白。啊，OK， 来，两只要去 Starbucks post 多少？30块耶。好，运费的话是30块的。OK， 运费的话呢，全西马30块的运费。啊，我们是这个因为要放在冷冻啊，所以我们是整个冷冻箱子一起寄的哈。不管你们买多少的话，都是运费10块钱的。除非好像我们有出配套啊，包邮的配套，你们可以跟你们配套一起寄出去这样子咯。对对对。OK， 明白啊，朋友们，大家明白啊。晚上好，桂花姐。这个是跟火爆鸭一样吗？这是啊，不一样啊，这是焖的，这是有水的，这是有水，火爆鸭是没有水的，爆出来的呢口感不一样。哦，那个是干的，这个是湿的啦哈。OK， 阿诺，你的问题非常好。我有一盒潮州卤鸭的字，该怎么样用它？来，等一下，阿诺呀，来，酱油给一点点，因为这个鸭，我的那个鸭字用完了。如果有它肚子里面的那字，你们可以倒一部分下去，因为那字有华盐在里面会更加的香，因为我这个字用完了，那我就直接这样子，哇哦，好料，好料。OK， 富贵鸡一只是58的，好 ，Tony， 富贵鸡一只是58。好。这个烧鸭的话一只是50的，我们今天下午有出一个配套啊，很值得购买这个配套，而且又包邮。啊，下午有一个配套，一只烧鸭，一只富贵鸡，5个鸡扒，然后一个三白酱，一个吉祥橙酱，跟一个咖喱鸡翅，咖喱鸡翅膀，再来就是一个虾酱排骨，然后再送小礼物，再送鸭酱，总共有13样东西，才230块，全西马包邮。我们下午有卖这配套，然后这配套是最值得啦哈，如果是你们要。免邮的话，你们可以尝试其他的，就是我们这配套有很多产品给你们去尝试啦，而且又包邮，很值得下单。因为不够咸啊，所以我放一点点的盐。OK， 那你们不能吃咸的就不要放了啊。那盐是我试了味道，我觉得不够咸，我就加一点点的盐。OK， 好，有没有看到朋友们？那个五只 ，Jennifer 有5只，一包里面五只，咖喱鸡翅一包里面有5只 ，OK。咖喱鸡翅有5只哦。好。5只。然后我们焖到它收汁了过后，勾一点点的芡。很简单的要完成了。啊。勾一点点的芡，刚刚我倒的那个呢是芡水，然后呢。再上一个就是淋一点的那个花雕酒 ，OK， 绍兴花雕你们喜欢 ，OK，
绍兴花椒你们喜欢，那这样就完成啦，朋友们。这样简单啊，这样你们就不怕吃剩菜了。对，你们可以煮多一样菜出来。OK， 刚才有人问哈，如果是个烧鸡，这个烧鸭要怎么样弄烧？就是买了过后怎么样弄烧？来，那这只烧鸭要怎样弄烧呢？镜头回来。如果你们是整只的话 ，OK， 如果整只的话，整只烧鸭你们可以整只放下去油里面泡20分钟，150度到180度的油温，泡它20分钟，它就可以吃了，解冻啊，先解冻。那如果好像我现在剩下半只的，半只的怎么办？放去烤箱，放去烤箱，上火烧它，上火200度，给它来个10分钟，然后再转到最大火，来个5分钟，它就皮脆肉嫩 ，OK， 明白吗？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整个皮往上。用空气炸锅20分钟开到最大火 ，OK。那第四个，整包烧鸭丢进水里面煮它20分钟，拿起来淋一淋油，就完成了。OK， 看你们先用方便你们的方法、啊、，OK， 用方便你们的方法，你们觉得最简单、最方便的方法 ，OK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焖烧鸭是吗？啊。焖烧鸭，焖烧鸭已经完成了 ，OK， 焖烧鸭已经完成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一道菜啊，大饭最少吃两个了。哇、wow, ，非常的香。哎，你们要配套有啊，今天下午有配套，你们要吗？要的话，我再跟你们repeat多一次那配套。好，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。要配套的朋友们，很简单，配套有什么呢？配套有，配套有什么？配套有。富贵鸡这边，在线，在线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些稍微整它，来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完全没错呀、啊！哇塞，太厉害了！等一下 ，OK， 来油，可以。我们说啊，配套有什么？配套有一罐三杯，那有人问配套对吗？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哈，刚才下午的配套，有人有些晚上的人没有买到 ，OK， 来你们可以这边看啊。我们有一只富贵鸡，一只富贵鸡，五片鸡扒，五片不同口味的鸡扒，来五片不同口味的鸡扒，然后 ，Dancy 有。inbox 到联系吗？联系有啊，助理讲 inbox 到你，你检查你的信箱一下，或者跑去陌生信箱了。对，你去看一下，你们检查一下。助理讲已经找你了哈。OK， 来，里面有什么？五个鸡扒。来，鸡扒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什么口味的鸡扒。来，我们有大马风味鸡扒、药膳鸡扒、咖喱鸡扒、泰式果香鸡扒、古法秘制鸡扒这些。这些的味道、啊、都是我们独门秘方来的 ，OK， 很少会吃得到这个味道的。然后富贵鸡一只啊，里面真的是有富贵跟鸡的啊。OK， 开了先闻到富贵的味道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鸡了啊。对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咖喱炸鸡翅膀，咖喱炸鸡翅膀一包有5只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虾酱排骨，虾酱排骨呢？接下来就是烧鸭一只，这边剩半只啊，因为下午那边我们，吃剩半只 ，OK。你那半只去炒这个。啊，然后菊香橙酱一罐，三八一罐，来朋友们， okay. 够吗？不够再送，送什么？送小礼物一个，山药的酱一包。OK， 然后呢？23样。OK， 然后呢还包邮给你们 ，OK， 包邮给你们，配套只需要230块 ，OK， 230包邮哈。今天下单，今天汇款，明天出货，后天会收到。对， okay? 就是这个星期里面会收到了。啊，你们一定在这个礼拜全西马都一样。如果今天汇款的话，就是明天发货啦，后天收到这样子咯。
对对对。来，如果你们要这个配套的话，刚刚进来的朋友们，你们要这个配套的话，打上230+1要一套，230+1一套啊，230+2两套 ，OK。如果你们要单买单点的话，都是可以的 ，OK。单买单点都是可以，可是单买单点就没有包邮了。如果是有这个配套的话，就直接包邮了的 ，OK。那的话，你们可以打上来230+你们要的数量就可以了 ，OK。如果你们要单点那个烧鸭的话，一直是。50块，烧鸭50块。那你们如果是因为它的运费呢，30块 ，OK， 运费30块西马，那一箱里面可以放6到8只，你们可以掺着鸡、掺着鸭一起拿 ，OK， 反正那箱东西塞满了就是30块而已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OK，Irene 说有下午有下到单的，可是忘了拍照哈。Irene 说 ，Irene 说有吗？有，还是说有助理会找你哈？单买多少一包？什么东西？伊琳，伊琳碰，你要买什么？伊琳，你讲什么哈？要单买什么一包？你要单买什么？谢谢 Nancy。单买什么一包 ？OK， 就是这个配套了哈。教他们一下，如果寄到家的时候，这些要怎么样煮？ Okay， 这些呢，所有230配套，你们都需要放在冰箱冷藏或冷冻。OK。如果你们是明天要吃后天要吃，你就冷藏，那你想要下个礼拜吃要明年吃的要冷冻 OK， 冷冻的话它可以保值一年以上，一年可是没有人会收一年的啦，收一年冷冻啊，那冷藏的话你们就要在3天里面吃掉它，明白吗？明白的写明白。 OK， 好，那么开咬过后要怎么样煮呢？LNS 是什么意思？用魔力 Like and Share， 是叫 Like and Share。 OK， 开了过后怎么样煮呢？烧鸭是这样子的哈，烧鸭收到，你们收到会是这样子的？没有没有，收到是一整只的。对对对。OK， 一整只，它就好像这样子，这是烧鸭一整只。那这一整只呢，你两啊有几个吃法？第一个，整包开起来，整只鸭放去油里面泡20分钟，油温150度到180度。OK。那如果是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整包鸭丢进滚水里面滚它20分钟，滚它20分钟，拿起来，开了袋子，油温热了淋一淋它 ，OK， 淋油那个是，第二个方法，可是淋油的方法会比较危险，它会喷哦，所以建议你们油温150度，整只鸭下去，这样的做法呢，它就比较安全。接下来我们用烤箱，整只鸭开了过后放进烤箱里面，上下火 OK， 上下火200度，给它等下先等下先等下先，你讲到这只鸭好像很复杂做这样子，你要讲方法一方法二方法，对啊，方法三啊 OK， 方法三呢、啊、刚才已经一二了的方法一，整包丢进啊，方法一整只开了丢进 油里面蒸它OK， 整只蒸它20分钟，蒸它20分钟，解冻了过后蒸它20分钟。方法二，整包丢进水里面煮它20分钟，起来再淋油。方法三，进烤箱烤20分钟。OK， 方法四，砍成一块一块，啊，然后放去空气炸锅那边20分钟，反正就是20分钟就对了啦，明白吗，朋友们？啊，然后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LSU 对对对，因为刚刚 有那些粉丝问，所以我们再讲多一次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富贵鸡，富贵鸡，你们可以整只丢下去，水煮20分钟，开起来就闻到富贵的味道，还可以吃到鸡 ，OK？ 对，妹梦，好的，230+1呀，帮你做记录了。老七话问你，怎么样煮才比较接近 OK 的味道？ Okay， 怎样煮？油温150到180，整只鸭下去泡它20分钟，叼起来，最接近的，味道是最 very perfect 的 ，OK。这样可以切一半来榨油，然后再放另一半放冰箱。OK， 可以。如果你们这样子半只拿去榨油的话，也可以。可是榨油了过后，这一面呢、啊，这一面会收水，它肉质就没有这样如昔了 ，OK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你看。下午我砍的时候是那肉质是一直滴着下来，现在已经干了柴了 ，OK， 明白吗，朋友们 ？OK， 那如果砍一半的，你们还有一个方式，吃不完呢、啊，朋友们，一半
拿那个锡箔纸封着这边，然后这样子去烤箱烤一个十分钟就可以吃了。OK， 一般的朋友啊。OK， 然后我问你哦，那么虾酱排骨怎么样处理呢？虾酱排骨很简单，油温180度，虾酱排骨倒出来，抓一抓它，然后放下去炸，炸几分钟？8分钟，炸它8分钟，中火去炸它8分钟，捞起来就可以吃了哦。虾酱排骨沾上这个orange酱，我告诉你，完美到没朋友啊！虾酱排骨很多朋友吃过，都讲非常好吃，可是还没有沾到orange酱的朋友们，你们去沾。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OK， 老七化蛋是解冻过后才泡油啦。老七化蛋，你煎到整块冰浆，解冻到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叫你油泡20分钟，怎么可能 ？OK， 不可能。OK，OK，、okay? okay, 来，咖喱鸡翅呢也是一样。咖喱鸡翅也是跟排骨的做法一样。OK， 抓一抓它，油温180，下去炸它8分钟，捞起来。OK， 咖喱鸡翅好像13分钟。13分钟捞起来，脆脆香脆的这个咖喱鸡翅就很好吃了。还有记得朋友们，里面的这些汁你们若想吃不要浪费， OK， 倒进油锅一起炸，那个就是脆脆的了啊。谢谢 Alice 玉讲排啊鸡排真的很好吃，谢谢怡萍，怡萍讲排骨真的很好吃啊。 OK， 鸡排也一样咯，你们可以拿去炸或者拿去烤这样子咯，拿去煎都可以。OK， 这个配料就是今天下午卖的啦。如果你们要加的话，可以跟后台加单啦。可以到后台加单、哦。对对对，优惠到后天而已。对对，优惠做到后天，因为我们要你们在这个礼拜天之前收到货。对。OK， 所以呢，优惠到后天，后天过后就没有这个优惠。这个优惠，如果这个价钱我们有算过，包邮费跟礼品的话，大概是280块左右。对。270、280左右。OK。今天只卖230还包邮 okay, ，OK， 今天只卖230包邮啊。这是我们下午卖的配套啦，有一些你们还没有看到的，你们可以看回重播，或者是然后跟客服下单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包，那个我们的那个包，那个白干的将会开卖，我们约定你们明天会开卖。明天呢？啊，明天会卖那个，给你们价值满满的，啊。保证你最低价，爱粉的福利最低价 ，OK， 全程最低价 ，OK 吗？朋友们，嗯，风向好的230加一，谢谢你啊。然后你们可以到新主意那边跟客服对单。那如果找不到新主意，你可以来找我 Chef Ivan Dan， OK， 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对，好，下面还有客服的热线哈，下面有客服的热线跟就是新主意的这个 page， 你们可以按进去 ，OK。OK， 明白吗？老板那群力下午开播，晚上也开播，对对对 ，Alice， 因为要真的把产品放到交到你们手上，一定要让你们吃出价值，对对对，吃出价值。OK， 那我这一轮我就做这个手链。OK， 来一个问题哈 ，Connie Wong， 你看一下最后一条，可以介绍 Chopping Board，OK，、okay, Connie，Chopping Board 我自己都在找到啊，找着一个很好用的 chopping board， OK， 因为我已经用坏了3-4个，然后都没有很理想，我再找着比较理想的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啊，明天是就是明天就推荐你们那个保鲜盒，大家都一直期待很久的，每个直播都有人问那保鲜盒几时要跟我们分享啊、哦、OK， 明白吗，朋友们？明天晚上8点一样时间一样地方，然后约定你们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个顶顶的东西 ，OK？ 为什么我的保鲜盒到现在还没有开卖？因为要做我做这实验，明天给你们看 ，OK？ 期待明天看我保鲜盒里面带了什么惊喜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欢乐时光过得真是快，又是时候说拜拜。谢谢你们，我们明天8点再见啦，拜拜。